我看这一题，这一题是说哈，这个 y 轴上了一点哈，这个是这个三次函数 y 的一点，也就是说哈，现在哈，这个有一点，这是 p 点哈，这是零 a 啊，那现在有一个那个三次方程，啊，这个方程，好啊，现在的话呢，他说过 a 哈。它有那个相异的三直线、哦、跟这个这个曲线相接、哦、这可以看到一条，还有其他两条，就过这 P 点的话、哦、跟这个呢三直曲线有三条切线，那么他问这个 A 的范围、哦、你那个 A 的位置不对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有三条切线、哦、那位置对的话，它可以有三条切线。好，这怎么做？首先我们呢就把什么呢，就把切点找到，那我现在就求它的斜率函数了，切线的斜率函数，我给它微分，就是斜率这等于多少呢，我把微分以后代 t 就是 3t 平方嘛，减掉 18t， 那再加15了。好，那这个切线的话，斜率我就晓得了，然后我通过这一点的切线方程式，通过这一点切线方程式要通过 P 点，好，那切线方程式就 Y 哈，减掉多少呢，减掉这个是这个代 T， 就是 T 三次方哈，减掉这个是9T 平方，好，就这一点哈，这一点它的那个x 坐标是 t 嘛哈 ，x 坐标是 t 啊，那 y 坐标是 yt， 好，那 yt 就是把这个代 t 下去，减9 t 平方，再加15 t， 啊再加7，啊等于斜率，好 ，mt 就这个3 t 平方。减18 t 加15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 x 减 t 啊 ，x 减 t。好，然后这条切线哈、哦，它通过零 a， 我现在就把那个零 a 带进去 ，x 带零啊，那 y 带 a，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，变成是 a 减掉多少呢 ？t 三次方，好、哦、啊，或者是说哈、哦，这个是带零嘛。啊，这是带 a 啊，好，那我们节省空间的话，就在这里就直接算，直接算的话哈，那我就把这个把它给移过去，乘以负 t 以后移过去，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哈，乘以负 t， 负 t 移过去的话，这边呢变成是 t， 啊乘以多少呢？ 3t 平方了啊，减 18t， 加上15。那我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的话，这个 y 是 a 哦，把它加起来要等于零，加起来以后的话呢，这个有三 t 平方嘛，三 t 三次方减 t 三次方是二 t 三次方，然后这平方的有多少？有这个18正的，所以是减9 t 的，那正的15负的15就是消掉。啊，再减7，减7啊，啊加 a， 加 a 等于零啊，也就 t 的话哦，它是满足呢这个方程式。那现在 t 的话哦，有三个位置，就 t 的话它有三个解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哈就来解这个，我令这个多项式叫做 gt 哈。GT 的话呢，这个等于零哈，它有三个根。那三个根的话呢，这个多项式哈，它也是三次的多项式，所以它也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个样子哈。那这个样子的话哈，那我现在给它微分，找那个什么呢？极大极小的位置。我现在给它微分了啊，微分。那微分的话呢，这个是6 t。平方了，减掉多少来？
减掉嘞，哦，这是 T 平方才对，负18 T 平方嘛，加9 T 平方，所以这是 T 平方才对。那一次方的消掉，9 × 18 T 哈，这个我令它等于，令它等于的话是找这个位置啊，找这两个位置。好，我令它等于零，令它等于零的话呢，就是 T 等于零啊，哦，所以这个轴画错了，等于零就在这里。哦 ，T 等于零跟 T 等于多少呢？6 × 38 T 等于3，哦，这也是3的。这个时候切线斜率呢是等于零，切线斜率等于零是一个最大一个最小，哦，极大跟极小。好，那它现在的话就是说，这个方程式它有三个根的话，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这中间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根的，啊，其他两个根的话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方程式它有了三个解，它有三个根的时候，那必须什么？必须这个 g0 乘以哈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，g0 呢乘以 g3 哈要小一点。也就是说 ，g0 啊哈，啊乘以呢 g3 哈，这我要求什么呢？要求它要小一点。那我现在把它写在这里，哦 ，g 零的话是吧 ？g 零是 a，g 零是 a 减，这个是带零嘛，就 a 减 t， 哦，就 a 减 t 哈，哎 ，a 减七啊 ，a 减七啊，讲错了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你把它带三，带三下去的话，我就用中括出嘛，哦，这个是2减9嘛哈，啊，再加多少呢？再加零。哦，这三次方、二次方、一次方、零次方是 a 减七啊。啊，这个的话哈，我要带三，哦，2×3=6，减三，3×3=9，减九，啊，9×3=27，减掉27啊。那这个这是 a 减掉34，哦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的话带进去哈，你把三带进去的话，这是 a。-34，啊，这乘起来要求小一点，啊，那小零的话，那我就晓得哈 ，a 要在哪个范围 ？a 要在34跟7的范围里面的，哦 ，a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话，这个它就有三个解，那有三个解的话，那个 t 这个就有三个地方，使得呢这个是切线的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，哦 ，a 的话呢它是小于34大于7。